祝福全世界，祝福所有的朋友身体健康，事事顺心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序章，我们告别2020，迎接2021，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章节。让爱拥抱世界，让希望拥抱未来。金色系是主色调，象征台湾灿烂的文明和多元包容。首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一个篇章，我们向防疫英雄致敬，全民齐心向前行。白色的烟火代表辛苦的医护人员，内蕴红色系的色调代表英雄们的热情、热血和爱心，谢谢你们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二个篇章，我们携手世界向前行，台湾 can help。360度立体特效轮状烟火环环相扣，象征台湾携手世界，串联资源，圆满合作，全球一家。We are the world, tomorrow will be fine。现在进入到第三章，祈福关怀，未来幸福向前行。现行的烟火交错奔发，代表我们对环境的友善爱护。橘红色呢，也代表生命的萌芽。这点点的仿佛落叶一般的，就代表我们人与人的相遇。2020，我们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，都随着这些一美丽的烟火绽放开来。再见了，2020。现在我们进入到最终章，精彩台湾无限可能，爱与希望向前行。璀璨的烟火，大面积、多面向，从台北101同步齐发，发向全世界，发到你我的心里，爱与希望的绽放。2021台湾，虾米拢唔惊，大家加油，做伙向前行。现场的朋友，我们拥抱彼此的朋友吧，我们一起迈向2021。